木头的设计变成一个在森林里生存者。是啊，没错。这样子的科技呢，就是我们曼都接下来要推出的 4D 魔镜哦。嗯，没问题。首先啊，我要请你先看一下我们的荧幕。好。我们让它来辨识一下。哦，看。OK， 这个有点太透明了，我觉得生日什么星座，它只是差我的血型而已。手机号码差一点出来啊，没问题，还蛮就是觉得还蛮先进的，嗯，是啊，而且余威，我想你刚拍完我们的王牌辩护人的一个偶像剧，那你应该是非常的会觉得，多要耗很多力气跟精神在拍戏的角色上，所以我相信其实都还是皮肤和头皮都会有，嗯，那我们现在先帮你做一下我们的头皮检测。嗯，哇哦，这看起来是健康还不健康还不知道。哦，来什么？大致上看起来是都还不错的，别紧张了。大致上看起来是不错的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啊，对，我相信，就是每一个，就算是湿或冷或热或干的时候，还是会被影响，对吧？是啊，尤其状况呢，只要加强一下保湿，我们就可以缓解一下这样的状况。像我们曼都推出的那个玫瑰时空胶囊，就蛮适合你现在的皮肤可以使用的哦。所以我就是连接到就是头皮跟脸皮一样的状况，你好好照顾彼此的话，就是基本上是当他们这个一致的。是啊，没错，像我们同一张皮，但是我们因为季节的转换不同，所以我们也更需要有加强的去保护它。啊，来了！哎，据说最期待的，对，是啊，是啊，因为我之前有听到你说你今天也想要来换个发色，是吧？对，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拍戏基本上就是会比较懊恼，就是我们要选什么发色、选什么颜色或什么的，就会去觉得就是在做决定之前就会想要创作是新的什么颜色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我们适不适合。那现在就透过墨镜的 APP 的时候，就可以直接知道适不适合这个发色。是啊，而且透过我们这样的完美变色系统，可以让你不断的玩发色，或有新的尝试，你都不用担心会不会你的会要花很多的时间，或者发色会有些不一样的影响。OK， 蓝色吗？哎呦，还要是，哎，哇，这根本是男团的发色嘛？哎，可以再试你哦，还蛮不错的。OK， 的确有比你。那红色，我觉得蓝色跟紫色蛮适合我的，绿色就蛮不错的。是完全跟你以往的造型啊，一些发色都完全不太一样，对吧？所以就基本上好，那我现在就知道新的发色、新的趋势，你都可以透过软体直接的可以感觉一下自己适不适合。对，所以我可以现在预约了吗？哦，不错，没有问题，我一定会帮你准备一个专属于余威的专属发色。不错，对，哦，还要。好，那我们因为让媒体再拍一张哈，子浩，我们先站在两人先合照一下。好，如果呢大家想要拿到这个曼都之友的认证也很简单，就是直接到曼都就行了。OK， 好，来，我们再请。重要的日子啊，50周年，再看一下好不好？再来看一下，再继续看到中间。好，左边的人，现在就请。